不好打，怎么可能好打呀？怎么可能好打呀？你前期只有位置。我这地主还菜吗？毛线的菜。完了！怎么说？来，去不了，对面海楼我就懂了，海楼我就动了。可以去呀、啊，讲道理。不，他们爆点的。全军出击。我感觉上单小鱼人，我要这把出推推棒。我想了一下，我出推推棒了这把。推推棒满 CD 流派，好吧。直接是对线崩了，他这波兵线是朝我这边来的，他前面没耗到我去，他裂了。打什么被打死了？被 F6 打死了。啊！来了！抓住任何的机会。是真的惨啊，这个人。不留一点情面，下次被大鸟打死了。他震惊了。也还要20秒。哇，操，这好痛啊！箱子在这里。这兵线我不行。我可以勾引他来打我，你信不信？哎，伤害好大，还有点高。不是这个人为什么不 Q 不变形，他 Q 过来呀？靠，我们打不进去。这个人不变形再 Q 过来，他这里讲道理应该是必要上我的，这不上我太怂了，说真的太怂了。
这炮都敢压吗？讲道理啊，这波有一个单吃的说法，信不信？嗯，是的。这逼送了这波。咱们这里十点吗？等一下，别急。对吗？来，没有。哎呦，大鱼。打点下。炸了呀！别死了。我也回了，这波兵线回了比较好。你打不到我，打不到我，打不到我，打我不到。这游戏还是坑死我！我操！军训呀，这波肯定要赢的呀！我六级有大招，他只要吃了就白给了400点伤害，兄弟们。这波兵也控不住了。刚刚这个 W 的持续伤害怎么没有持续下去？上路可以无限越塔，他必死啊！来就送。六六六！这波我幸亏没回。这波中路很舒服呀。嗯，我们中路也很爽，中路他妈疯狂拆塔，这逼开心的一逼。开什么了？开什么做大招？不知道。星星，你们星星。这瞎子红没打过一次红吧？这瞎子没打过一次。我掉三十一楼，他什么呀？广掉三次。哦，广东话。哦，我掉三十，我掉三十楼。应该是我，感觉不像。哎，广东仔讲广东话，我掉三十楼。三十，广东话的三字怎么说吗？不知道。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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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压，听我说，压压一压压，嗯啊嗯啊，三三，压二三。我感觉轰轰有点傻。操！
不是他为什么这么肉啊？他也没有魔抗呀。哎，我技能全打出来呀！你在笑什么？你在笑什么？你这还不让我笑？哎，怎么回事呀？哎，怎么打不动呀？啊！哎，我技能全中了呀，没有一个空的呀。哎。哎，这怎么回事呀？嗯，我这个英雄确实没咋玩过，没有熟练度，兄弟们。熟练度不是很高。对，没有啥熟练度，但是这伤害也不对呀。那你这满级踩，把他打的身上不痛了。哦，你看这个塔会被我电到，看到没有？我 W 打塔的话。踩在暗花上。哇，东西强兵。走。吃到了吗？吃到了呀。我要回。哎，我这伤害真的不科学啊。我这伤害真的不科学。我伤害不对，这法杖血，操！我伤害真的不对，我 damage 是有问题的。嗯，我伤害，我他妈想的是直接他就被。融化了，吞噬了，你知道吗？闪现哦！下路两个来了，快走，快走！下路两个死宝。他们人多呀，这波不跟他们打，他们上路还亏兵线的，这波跟他们牵制着就行了。行，我大招还是用技能释放。我们俩要一起游起来，把这杰斯就放在上路，我来带节奏，讲道理会好打。我们俩支援一波，下路应该要走。
可以了。妈妈，妮可有闪现呀！我操！慢慢倒不及了。这边有点渔夫，把艾克处理了。艾克这傻逼贼烦，他妈的！妮可没闪，给关键信息好吗？瞎子妮可都没闪。OK。然后我们要打小团，不能打大团。这边没肉的。对，我们打小团，不能打大团。这波。嗯呐。谁杀他？杀他得了。艾克去中了，我操！看到他去中了呀！抓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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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他妈的！嗯，现在这个装备抓谁都随便死。那对面比我们有纪律和作风，他们他妈不浪，我们这边的劣势了还浪的一逼，我操！哎呦！我傻了。没知道对面。带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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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
还是得带线呀、啊。卡莎不在，小 AD。艾克吃了我的大是吧？啊？是直接大招。他妈的！让卡莎带吧，这把能赢好吧？能赢。别追了，别追了，别追了！对面两个人，我这把大招不太好放，跳啊跳啊，还不跳，还不跳，还不跳！我操，我裂开了。男爵，男爵。那红包没红？没红了。对面就两个，卡莎，男爵，打不了，打不了，埋伏。哎哎，大家都他妈开始了。哎，这是在干嘛？这是在他妈瞅屏幕啊，兄弟，逮到了啊！开挂是你妈！哇，恶人先告状，这帮畜生真的。支付宝这个名字别人一听就知道了，你们这个名字说的不好，你们要说阿里配。我操他妈的，过来了一个假的，我吐了一口。完了，这卡莎属实孤儿，牛奶就不浪了。走位 Q W，
我要吃个蓝。打团他妈逼这个大招怎么放啊兄弟们，给个意见啊，我给谁呢？东路给抓了，我这大招有了就要丢。我这个人还是跟着你说。他妈推上。等他们复活。对面全能克我的大招，对面好多英雄能克我的大招，这把。我操，真的畜生啊。不急不急不急，等我帽子，等我帽子，全是人后面，把兵线带出去很他妈重要。他们炸了这波，好痛好痛好痛痛，好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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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绝活牛奶，绝活阿技能逃生术，没有牛奶让不输的局啊，真的不跟你们开玩笑。还是减速，他们要去打大龙。我知道他们要去打大龙，打大龙炸两个，他妈不在这埋埋伏一个杰斯，应该不会的。他们没打，他妈杀了个辅助，这波我惊呆了。我们这边谁 carry 了这波？谁四杀？我没看到。OK， 好好玩是能赢啊，兄弟们。我们
我这个人他打输出不要太舒服啊，输出空间太舒服了呀。不、哦，但是卡莎还是孤儿，讲道理啊。傻逼，你可过来送死吧！我无敌了，来来来，一波了，无敌了。我一个 Q 对面基本上全死了，除了这个杰斯摩抗拉满之外，自己开大了。他妈的，有他妈多少技能呀？他妈全是技能打起来，全是他妈套子打起来，我操！我给你点了一下三个铃声，多不少，三个铃声，好多还有一个大招。啊，真的吐了。艾克还有一个大招，相当于五条命。哎，好烦。我操！这波团战我他妈的中，我这波团战巨屌，你们知道吗？结果没杀到人，我都吐了。我操！哎呀，哎呀，好烦啊！哎呀，真的是。